记者肖雨涵台北报道，由李佩旭、赖琳恩、陈浩森主演的 KKTV 美男鱼澡堂上周播毕，网友回响热烈。KKTV 趁势将于今日推出彩蛋版隐藏版结局，预告小鲜肉陈浩森将与张燕明有怦然心动的一吻。陈浩森一日傍晚才结束焦照，摸黑在屏东大马路上接到工作人员传的网友反应热烈喜讯，他先害羞说，张燕明打开了我的开关，第一次见到他本人，看见他一身结实的肌肉以及紧住一件小裤裤，惊觉他的外貌实在非常吸引人。陈浩森透露，与张燕明拍摄吻戏时有一种空气凝结感，吻的过程狂憋气，连换气都不敢，让工作人员一旁看得好气没好笑。他上周在焦照前还与张燕明一起直播，笑说张燕明把他当弟弟一样看待。陈浩森左透露与张燕明拍吻戏时连换气都不敢。KKTV 提供。